们俩不是串场演戏，这几个倒是都跟玩似的，就是演到大迁徙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担心，毕竟之前都没有演过这种正式的剧，而且都是现场发挥的一步到位，就怕他们两个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不知道能不能演出来。很不能搞笑，不是你抵着哥哥。他一笑我就想笑，不是他笑不能笑场啊。他跟你笑的时候，你都想着你妈在打你。就一直到上台之前，我们都是怀着忐忑的情绪的，包括他们自己。你千万别笑，对，什么也得变过呀。哥哥，演的开始了。Oh!